这如何上得去啊？萧二兄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可是魔道团，看我的！神仙梯！哎，二师兄，你这神仙梯也不听话了吧？神仙梯，神仙梯，神仙梯，神仙梯！哎，别事了，方圆几百里都有结界，方圆几百里，如此看来，我们真的进入女儿国了。 这女儿国原来一直被结界守护着呀，怪不得这么多年都没有人闯入过呢。而且这结界的威力极为强大，安抚那个根本比不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又不能使用法术了。这结界是专门限制我用的吗？为什么到哪儿我都使用不了我的神剑梯啊？来都来了，既然前面是桥，那我们就试一试吧。 好神奇！都别愣着了，来呀！走啊！不然你就自己留在这儿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这不是能走吗？师弟，慢点。 上了天，居然来到了竹林，太神奇了！人都到齐了吧？嗯。华灵呢？ 不在，哎呀，不在不是更好吗？省得天天粘着咱们，烦死了。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去找找吧。大师兄，你该不会是想找他吧？哎，他只是奉命跟着我们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哎，大师兄，我就不跟你去了啊！哎，别理他，咱们走。嗯。 人都抱过来，还不赶紧动手啊！哦，不对，动嘴。<笑>我们可以回避啊。好。虚无，走。你在这看什么看啊？我学学怎么救人啊。 是你救的我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您那还疼吗？还好我脸皮够厚，不过方才那一下可真是够响的。诸位，我们是否先离开此处啊？李天啊，出什么事了？ 不愧是大师兄，不要脸的话竟说得如此坦然。嗯，我若是有他一半的口才，想必也不会孤身至今了。孤身至今与口才并无关系，那又何有关？嗯，你说我胖，我可以减肥啊。嗯，我说你丑，太无情了。
怎么又睡着了？这是哪儿啊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不会真跟李太他们去了吧？大人，大人。这就是女儿国，未免也太荒凉了吧！走了这么久，竟然连一个美女都未曾碰到，更别提寻找什么宝贝了。看看他们几个，是否需要提醒他们一下，我们是来寻找麒麟角的。若是找不到麒麟角，蛊毒发作……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整天絮絮叨叨，跟个老太太似的。好了好了，老娘知道了。快看，那有迷雾。走。这迷雾看起来十分诡异，会不会有毒啊？千万别又扰乱我们的心智。放心吧，这雾是浓了点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先来探探路。跳舞呢？真可笑。又跳一次。奇怪了，为何无法施法？这方圆百里可都是结界，妖术法术都不管用的，你可要小心喽，花妖姑娘。是生是死，都要闯一闯的。走。实在是太高了，你要是怕就别往下看。当初为何让你学了神仙梯呢？这样好像好多了。怎么感觉这桥这么长啊？好像一直在原地似的。这该不会是幻境吧？等等，这什么响？怎么那么难闻啊？臭死了！别捂鼻子，多吸一点。这可是破除幻觉的香气，这是老娘花了几年的功夫和精力，用了十几种花草炼制而成的，一般的幻觉都不在话下。啊！这并非是幻境啊！这桥确实够长啊。既然如此，大家加快一些步伐吧。早知道如此麻烦，那我就多吃点饭了，我要饿死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啊，老娘也准备了。你那个一看就不好吃。以我奶奶的厨艺，怎么可能好吃？没吃出意外就不错了。师妹，园林里有更好吃的，可否分我一些？嗯，两吊钱。什么？两吊？小师妹，你这也太黑了。要不要？我还是不要了。
大师兄，嗯，哎，谢谢啊，我不需要吃饭的。他确实不用吃的，花不都应该施肥的吗？那喝点水吧，前面的路还远着呢，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。何况我们一直处在这结界当中，法术也无法施展，身体是扛不住的。放心吧，水是干净的。嗯，好。竟然都共用一个水壶了。到头了，走。终于到了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入口。等等，嗯，里面有人，是个小娃娃。这真是奇怪啊，竟然只能从门里才能看得到。好玩，真好玩。此处十分诡异，大家小心。哎，小孩，且慢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不过就是个小孩子而已嘛。也没了，还不能施展神仙梯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死定了。此处不能施展法术，算起来只有小师妹和少卿大人有战斗力，如此一来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走。哎，你还真是我大师兄啊，又算是我聂小青倒霉。花妖，不能打还不快闪。好的。你倒是听话啊。天五六破生绝炎，六天五破绝元生，东南为生，西北为死。小师妹，从他后背，后背。攻他的风门穴，风门。小师兄，不必客气，师妹。幸好的东西体积够大，便于观察。多谢少卿大人方才的掩护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
多谢你除掉了这怪物才是。你们两个就不用客气了吧？也没人来感谢我。感谢你干嘛呀？方才跑得比谁都快。哼！如今咱们除掉了这妖怪，快快进入女儿国吧。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在何处啊？大人，李天，你们这些贼人，把我家大人拐哪儿去了？让我抓到你们，爹娘你们碎尸万，什么人？大人，你在何处啊？大人，累死我了！这是何物？好大一根啊！ 师妹，师妹，又怎么了？你就分给我一些吃的吧，我越怕高就越饿，越饿就越怕高。行，4吊钱一块。什么？刚刚还2吊钱呢，怎么这么快被涨价了？缺货可居呀，刚刚有4块，现在只有2块了，岂能同等价格？要不要？算了，不要了，我说好要瘦的，现在正是时候。不对呀。 这里景色好像跟刚才的一模一样，也许仙境都差不多吧。但愿如此吧。走。不妙了！讨厌！竟然！ 又有一道门，不，还是刚刚那道门，咱们又回到原点了。这是刚才怪物撕掉的那块。那怪物还在里面。哎，又来了，胆儿兄。 怎么办啊？找救！哎呦我去！小师妹，别费劲了，直接打他那个什么穴？封门穴。眼下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这门进也不是，不进也不是。如今只能继续进门，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找到其中的蹊跷之处，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。走。哎呦！
要饿死了。最后那个糕点我要了，师弟给钱。不卖了，老娘比你更饿。若是再来一次，怕是更难打倒那只怪物了。少奇奈，请吧。小师妹好像快撑不住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看来还不能将这怪物打死啊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哎，来，看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哦。小孩子呢，不能打打杀杀，要用哄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也是灵机一动才想到的。只要他出去就会变身，若是回来，能否变回来呢？没想到就成功了。那前两次你不是，我们都打了多少回了？你这不是存心为难吗？既然已经成功驯服怪物，你就不必如此激动吧。若是李天没有想起，你们岂不是还在打怪？哼，花妖。你是不是爱上我大师兄了？现在就开始夫唱妇随，随你怎么说。小兄弟，你可知如何去往女儿国？嗯。那，能否带着哥哥去？嗯。那，我们现在要怎么走啊？那边。走。嗯。大师兄，能给我变块糖吗？大师兄，我也要吃糖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给我来块糖。可算到了，小兄弟，多谢你啊。看，美女，哪儿呢？小师兄，这也能看到？女儿国怎可能没有美女？虽然还未看到，但我心里已经见识到画面了。哎呀，走。好意思，
子花才能配得上姑娘的美。等着。 莫非他坚持了这么久，是因为喜欢你？大师兄，你休要胡说！你闭嘴！好，英姿飒爽，巾帼英雄，美。几位小姐姐，有何贵干？真不会说话。几位小妹妹，你们。莫非是来邀请我们的部长？没错，这位姑娘是姑娘，我乃女儿国国师。哦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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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带走，是是啊，这怎么？走就走呗，走呗，走那就走，一块儿走，走。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来到了皇宫。陛下，你们都看够了没？真是没出息，还没我好看呢。 是啊，见到陛下还不下跪？参见陛下。无妨，想必你便是李天吧？陛下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，难道我李天的大名已经传到了女儿国？你们可是来偷麒麟角的？陛下可真会说笑，我们几个只是偶然路过，无意中闯入，本以为逃生无望。 命绝于此，不曾想却又如此神奇而美丽的国度。拿到玄铁石，找到秘密通道入口，再闯过漂浮岛，来到我女儿国，你们可实在够偶然的。可见缘分是如此奇妙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总会相见。若不是偶然，又岂能见到美丽无比的陛下？狂徒，休得无礼！ 哎，我是大人，我只是说出我心中的赞美，何来无理之说？男人都是如此花言巧语吗？原来陛下早已见过男人了。何止见过，方才还在一起聊天呢。没想到这皇宫之中还养着男人。既然你们如此好奇，不如就让他出来见见吧。 君少卿，少卿大人，原来你早就来这儿了。少卿大人，方才我们走散了，你是如何找到的？我自然有我的法子。少卿大人，你为何会提前来到？事到如今，李天，你们不必再狡辩了。不错，是我将你们盗取麒麟角之事告诉了陛下。 Thank you.
为何会有男人？大人，此人有要事禀报。来者何人？在下乃大唐王朝三法司之大理寺少卿薛少秋。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又为何在此？国师大人，若非事态紧急，薛某也不会前来。如今与我一起进入女儿国之人，意欲盗取贵国的麒麟角。国师大人，若是耽误了时机，可别怪薛某不曾提醒。参见陛下。来者何人？在下大唐王朝大理寺少卿薛少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我听国师说，有人要盗取我们女儿国的麒麟角。正是，具体的目的在下并不知，但他们仍是我大唐的一伙江洋大盗。你们是如何进来的？他们在我大唐皇宫内盗取神物，打开了秘密通道，方得进入。薛大人，你为何前来通报？这魔盗团一直是我大理寺卿通缉的要犯，无奈他们手段高明，薛某无能，一直不曾将他们抓获。进入女儿国之后，发现贵国有巨大的结界，致使他们的法术无法使用，所以想借助贵国之力抓获他们，带回大唐。眼下国师已经前去追捕，若真属实，我女儿国定将全力配合薛大人。这唱的哪出啊？这个我早说过，把他除掉，一了百了。少卿大人，想必是有他的苦衷吧。你是不是被人所迫？你们不必乱猜了，我堂堂大理寺少卿岂能和你们这些贼人联手？在外面我自知不如你们，跟你们来到女儿国也只是为了寻找抓捕你们的机会罢了。那这一路你都是在演戏？是。令尊之事乃是假的了？不，那是真的。三分真七分假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不曾想到薛大人的演技竟也如此了得。为了抓捕你，我足足浪费了三年时间，又被发配到了西北小镇。这一次我定要捉拿你们归案。
杨柳依，今我来思雨雪霏霏，心道迟迟在几载可，我心伤悲，莫知我愁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连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雪染墨香两茫茫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留我，我恋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醉，唯留雪染墨香两茫茫。茫茫。